马来西亚净思书轩十五岁了，新山职工深入社区推广净思资粮，包括校园环保点，还有素食餐馆，希望更多人品尝到天然无污染的健康美食。大马花园环保点，职工带动民众做回收，推广大地环保之余，也倡导身体环保。那个蚂蚁性能粉做的马尾，好像我们上了年纪啊，这个最好了，又容易消化，又可以接受，又比较健康嘛。Kalau buat sarapan pagi pun okey. Untuk budak-budak kan, kalau kita ada anak kan. Untuk dah lagi sekolah tak sempat nak sediakan sarapan, buat kain potani pun. Okey. Kalau ikutkan saya memang kesihatan semakin baiklah.净思食品的健康及方便性在马来西亚颇受民众青睐。张金满这天一口气就采买了好几大包。以前我有那个胆固醇高和吃了和它就会降低一点，无糖的比较健康一点啦、啊。还有那个山药啊，都很喜欢，吃了会美美嘛。趁着净思书轩十五周年，慈济志工走入社区推广健康蔬食，包括校园和素食餐馆。你们那个香鸡饭啊，因为你们慈济讲是说你们师傅一直研发，要也是要推动啊，又不懂几时有灾难来啊，连我们将跟人借一个三年不是很好吗？自从吃到慈济的这个五谷粉，特别喜欢，而且觉得产品很天然，然后很健康，而且就大量推广给那个朋友。每一年接受我们进入学校做这一个展销的学校呢是越来越多，从以前的十多间、二十多间，到现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走进去27间学校了。净思资粮不仅能吃得健康，又富有创意。志工希望民众大力推广，让更多人分享这样的美味。大新闻郑正昌、谢九龄、陈志才，马来西亚报道。